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开心网友孟佳。开心是突破自我，开心是热血前行。2022年，我想和所有网友一起开心新舞台，青春正好，当然开心。1月25日小年夜，锁定总台2022网络春晚，和我一起登录星际开心乐园，感受鲜活向上的青春。